嗨，大家好，我是秉宏。受到教育部留学奖金的资助，我前往北欧丹麦的科林设计学院 Design School Kolding 进修社会设计硕士 MA Design for People 一年。在一年的旅程中，我学习了北欧独具特色的参与式设计方法，在学校的接案组织 DigitHub 担任了学生设计师，并且体验了丹麦当地的幸福文化。在今年的成果展中，我将展出我于课堂上创作的四件作品。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一窥参与式设计是如何透过工作坊邀请参与者使用艺术表达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创意。同时，我们也能看见丹麦的设计教育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视与艺术工艺的使用。此外，我也将分享我于 DigitHub 担任学生设计师时如何使用设计理论框架 6C Model 与团队成员合作完成设计专案。于丹麦进修一年，对于我思考与论述的能力有很大的提升。无论是系统化的工作方式、参与式设计的观念与当地人文素养的熏陶，均使我的创作更具广度与深度。如果对于我在丹麦的学习经历有兴趣，欢迎在10月24日至10月29日于台北华山文创园区参观我们的设计成果展。